整个节奏感跟去年来讲的话是有变得更好一些。哦，这个球看起来应该是二垒手要来接。自身的判断看起来也蛮正确，差一点冲撞才对。对对对，但这个不是像以前那一次啦。变成了5-5的平手。这时候我们先不进广告，这时候我们先不进广告。